大鲸鱼。究竟他前世做了什么恶业呢？看不到了，恐怕只有佛陀的智慧眼才能彻见无碍。谢世尊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夫人，别走啊！请问有什么事吗？麻烦你替我保管这些财物，我要替国王办事，带着太不方便，等事情办完了再取走。好的。事情办完了，请你将东西还我吧。好的，给你。我前些日子寄存在你家的财物可以还我吗？什么？不是早就还给你了吗？亏你还是信佛的人，居然敢私吞我的财物，还谎称给我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来人，给我打。哎呦，啊，大爷，死了。死得好。那我的钱怎么办？让他的妻子还吧。
好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先把我丈夫的遗体火化后，我才和你在一起。好。啊！不要！世尊，这只大金鱼什么时候才能解脱恶报呢？将来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善意如来住世的时候，他才能转为人身，在善意如来的教法下出家，并证得阿罗汉。